Thank you.
舅舅，有事情明日再见。他是说事关国体，耽搁不起。又是何事？不就是万岁册封皇儿的事吗？朕真有些想不通，是我自己去行，为何非要朝廷拘泥？
也是立朝的规矩嘛。岂有之理，万岁喜欢心儿，尽可将他封为贵妃，协助美人，何苦一定要册封为后呢？弄得上上下下都不儿女，到头来恐怕要贻误大局啊。证明吧，你们要真给了对他为子女为后，什么心儿出身卑贱，不能母仪天下，都是借口而已。这话一说回来，那东他是李街头小姐也是有道理的呀。什么道理？对他为内是误召四位将门，此次另有平乱之功，才与万岁结为亲家，去不去帮王舍他的？是皇家头小姐自私大利，温柔也弱，另为王后是最善不顾虑。正义当中虚婚，岂能任意更改？再说心儿对我没有救命之恩啊！万岁，这就要全厉害了。那东塔是头塔位，那是朝廷几位身亡的元老，如今他们出面，已经有一百多名要人，都已联名上书。万岁，这是过不几天就要千朝之官。现在万岁，大事不好了！他是他为连着满朝官员，随捧之人为谁公王？扬言万岁上次这部采纳众议，便要怎样？便要清军出犯了。朕倒要快快谁官少贪，对他为身骑兵马，他袁绍万一龙方之好，不行。朕身亡，岂用那法无自身？万岁，小不成，咱们大人真的下手，也得要宽正自己而言者。众人之言，公说很有理，可是昏之一定，再改也来不及了。不就是我一个人吗？万岁喜欢心儿，尽可将他封为贵妃，协助美人。一同你进宫来，岂不良节之美吗？是。好了好了，如今总算罢兵了。你去禀告他为而远离自己军大殿，不得有误。是不？不行。明日乃是他与亲子之婚，万一争执起来，是好收场。怎么，万岁那要让他与扯上？这时候，一万岁，你真的没有听到什么？什么？不就是他与我压死两人？他们看，即使。实实在在不可张扬出去。是，退下。是是。
我回来了，我会亲手。王儿仿佛心事沉重，没有什么，正值有喜必倦。王儿十里忘记，可要当心身体呀。母儿，有什么事情吗？啊，母儿，我与张子林早相言明，欲恐王儿身沉无畏，所以母儿话谈清明家啊，其实也没有什么。王儿，你快也是他是后啊，也是嘛。母儿，你什么王儿？园中长大，至今身居公家，多有人亲，帮王儿打开公家，开一便道，母亲与李园的只能来往，也好方便一些。这个王儿，你怎么啦？哦，这是有些原因啊。王儿，要不要做换羽衣？免了，免了。母儿是己当心，王儿这副样子，母儿我是我放心得下。母儿你，你还是为公去吧。啊啊，王儿，母儿我方才之言，你意下是何啊？母儿，你是今归为国母，非比从心。一举一动皆须慎重，慎重。我问你，你就不要再固执了。好，就依婉儿。啊，
不过王儿，我与我以后到梨园去看看他们，听听园曲，这总不算过分吧？我所言之事，正是为此子。好，哦，那要照应一下孙儿的父儿大爹呐。你需要在宫陪伯恩万岁，临别之时似乎有几句话要关照与你。是心啊，红小金在身上时时天亮病中成，
美人不是王后，哼，别做梦了，一个离远的几万想模拟天下，告诉你们对他位的千金小姐昭和万岁杀东王了。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呀，美人娘娘，宫廷里的事情千变万化，不是你随便问的哟。有的的不要像亲娘一样，那几天功夫就给废了。来呀，把这位亚斯先生送进钟楼，赏他为万岁朝中一阵上到死。不是，吴师傅身犯虎胎，为什么要把他贬入钟楼？抓就不好往命里说了。亚斯先生，你大概明白吧？我不明白。告诉我，那个太医娘娘已经送进山庄里去了。咦，你们可不方便啊？带着。师傅，师傅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说不清楚。带着。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啊？为什么？哼，不是你们这些人下贱，狗吃了你不干不净，那是为什么？好啦，像你这样的女子，能今天也算是万岁给你的恩师了。来，戒指。大胆美人，竟敢藐视万岁！你是什么？美人，美人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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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万岁！
从此以后不再龙出天衣，从今日起官兵里院千山弟子还等当兵营帐门送去啊，来呀，中国大神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亚斯先生娘中国大神交接凡塞的东西，他说凡塞接了这家务去便可明白真相。莫非亚斯是故意人？是出杀来之后亲娘比母一妹父亲，要不要证明反射？你三非你父亲信心给你是
灵
的血呀。哎，母亲，你怎么不理我？朕可是当今的天子哦。是啊，当今天子驾到，我这个李元宗长大的奴才，离开309才是。母亲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不管怎么说，你总是朕的生身母亲吧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总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所以朕还是要来看你。所以我要你走，你与我走开。你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呢？18年前，我来到这里。18年后，我也来到这里。我不明白，我究竟为了什么得罪了你们父子？18年前，母亲死在了外家。如今叫我怎么死你？你死呀？不，朕不想死。朕只要母亲死机想想，从古到今，有哪一位天子比朕更仁义、更宽恕？要不是朕与李元宗人有说不清的瓜葛，也许好了。你该得过且过了。你要说清楚，否则我死不瞑目。好，我问你，你与亚斯到底有何瓜葛？亚斯瓜葛？你说有什么瓜葛呢？相公，亚斯已被当着众人发为酷用，是今的王后已给你了对他位之余，朕也心儿居家于公，本想封为美人，不料他扑脸毁容，不肯入宫。到底是李渊宗什么？你这个坏账，你快打我！好不是容的母亲，好，宋金玉，我再也没有你这个母亲了。反正你这个昏昏噩噩的不义之君。好一个你偏正的必须亲我。
罪你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亚斯先生交接奴才的。亚斯先生，他是个阉人。什么？他是个阉人？亚斯先生，让我为兵三岁。他是18年前为了背叛他的娘娘。千军万岁都了不义，你休得无丧，那是千真万确的呀。是谁在敲钟？是谁在敲钟？是谁在敲钟？母亲，母亲，不是我不好，你是天子。不，不，母亲，你是万岁，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。不，不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万岁，
啊，杀！
你不要走，你替我死，心儿，你替我死呀！不要走。